倚天剑何在？宝刀出鞘期待，期待剑开。问苍茫大地上，剑伴谁在？为你寻遍八方路，想你心开。心已随风中笑影，偷偷投梦来，仍任你全部豪放之彩。不知你不知我，谁舞风厉害？剑是龙，剑是红，同样万年万代。一跳了天，照了两张之两台。以热诚以热爱，痛心喝彩。师兄，你听我说呀，不要死啊，师兄。金花婆婆，师兄，你振作点儿。作孽。师兄，你振作点儿，师兄。先生还没死啊？张少侠，我们今天能捡回这条命，真是你的功劳啊！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这事不关我的事啊，全是胡先生的功劳。时候也不早了，简前辈、谢兄，你们快上路吧。好，我们告辞了，请，请，请。无忌，什么事？你过来一下。哦。他们全走了，除了季姑娘和不悔妹妹，其他人全走了。我们也预备走吧。其实先生不用走啊，那个金花婆婆以为你死了。金花婆婆工于心计，她不会就这么罢休的，她一定会回来查个究竟。无忌，你能不能帮我办点事？师母说吧。我们夫妇走了以后，你帮我们立个墓碑，在碑上写我们的名字。哦，我知道。无忌，虽然这五年来你是来向我求医的，但是你却陪着我过了一段孤独的日子，我很感激你。你来。啊。我毕生所学全写在这本书里了，我把它送给你。哎，先生，你所中的玄冥神掌我始终没有办法帮你治好，希望你能好好的看这本书，自己找到驱毒的方法。谢谢先生。无忌，你救了我们两夫妇的命，撮合我们和好如初，我应该将我毕生所学的传授给你。但是可惜，我所学的是下毒伤人法，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。你的大恩大德，等有机会我再图报。医书送给我也没用啊，找遍了这本书也没有驱毒的方法。哎，可能明年的今天我也会下去陪两位的。孩子，胡青牛是你什么人？你在这儿长吁短叹的干什么？我中了玄冥神掌的毒。啊，玄冥神掌被谁打的？当年那个人穿的是蒙古官兵的衣服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我来找胡先生求医的，但是他说我不是明教中人，所以不肯救我。结果他自己服毒死了。我想自己的病没得救了，所以只好叹气。唉，可惜。你爹是谁呀？我爹姓张，名为上翠下山，武当派的弟子。武当武侠张翠山的儿子，
那些恶人用玄冥神掌打伤了你，就是想知道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吧？是啊，就算他们再折磨我，再欺负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其实啊，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知道又怎么样？金毛狮王是我义父，我绝对不会说的。哦，孩子，你要肯说出谢逊的下落，我不单可以治好你的寒毒，还会教你天下一身用不完的武功。说，说。当年我爹我娘宁愿自刎而死，也不肯透露朋友的行踪。哎，啊，我像是出卖爹娘的人吗？你义父在哪儿？你往我耳朵里灌水银，逼我吞果汁。嗯，我从小就不怕被人欺负，我现在大了会那么没志气吗？哎呀！怎么，你认为你已经长大了吗？你呀，还不赶快谢谢婆婆不杀之恩！他杀了我更开心，我为什么要谢他？你这么不听话，我不理你了。阿离呀，你一个人在灵蛇岛一定很寂寞吧？我看我们就把他抓回去陪你玩吧。不过，这个人那么拧，我又怕他不听话呀。好啊，婆婆，我们把他抓回去。他要是不听话呢，婆婆自然会有办法对付他的。嗯，我不会跟你们走的，你们不是好人。哎，孩子，嘿嘿嘿，灵蛇岛可好玩了，跟我们回去吧。嗯，无忌哥哥，玩什么呀？带我去呀。婆婆，你又何必这么对待小孩呢？嗯，哎呀，怎么你还没死吗？走过来给我看看。无忌，别理他，到我这儿来。哦，哎，站到我这儿来。你姓张啊？叫无忌？你叫张无忌是不是？放开我！我不放。小福，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呀？师父，你老人家好。总算还好，没有被你气死。这位婆婆，让你过去给她看看，怎么到今时今日还没有死。你就过去给她看看了。是。你是峨眉派的掌门人。现在我打伤了你的徒弟，怎么样啊？打得好，你愿意打可以再打，就算打死也不关我的事。师父，哎，我和峨眉派无仇无怨，打过了也就算了。阿离，走啊！喂，你还没向我师父请罪，就想走？就这点破铜烂铁吓得了我吗？这个不是破铜烂铁，也不是宝刀利剑。金花婆婆，你不在灵蛇岛纳福，又跑回中原来惹什么是非呀？啊，自从我丈夫死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在灵蛇岛很寂寞，所以我就回中原来看看有没有称心的道士和和尚，捉回去跟我做个伴儿。师父，练兵器吧。想当年，郭襄女侠的剑法闻名天下。不过，剩下来的轮到现在的徒子徒孙，不知道还能剩下几成啊？哼，就算只剩一成，也足够扫荡邪魔歪道的。快放开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甩开了。哼，徒弟的兵器
根本就不配和高手过招。倚天剑。是，倚天剑，武林至尊，宝刀屠龙，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原来倚天剑落在了你们峨眉派的手上啊！哼，废话少说，看招！我就是不放。什么呀？灭绝师太，你可否一路剑锋，让我开开眼啊？哼，只不过倚天剑的剑锋一路不见人血，不能回鞘。你是不是真的想看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张无忌。嗯。哼，师傅啊，那个老太婆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。居然敢跟你老人家动手，自讨苦吃。你们以后行走江湖，听见他的咳嗽声就要回避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师父。小福，跟我进来。是。师父，跪下。小夫，你自己做的事自己说。师父，我敏君，你过来问他。是。季师妹，我们门规的第三戒是什么呀？戒淫邪放荡。那第六戒呢？戒心向外人，倒反师门。违戒者如何呢？师父，你听弟子说，事实并不是像丁师姐所说的那样。好，现在这里没有外人，你自己说清楚。季哥哥，什么事啊？我想见我娘啊。好吧，我可以带你去找她，但是你不要说话啊。哦。来。杨潇，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魔教的大魔头，自称光明左使的那个杨潇。他在明教身份还挺高的。混账！什么明教？你是伤天害理、无恶不作的魔教。哎，你大师伯孤豪子就是被那个魔头杨潇害死的，他跟我们仇深似海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现在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给找回来。你失身于他，维护彭和尚，得罪丁师姐，欺骗师父，私养女儿，这些我都可以不计较。我现在让你去办一件事，你要是能成功的回来，就可以重返峨眉，我就把衣钵和倚天剑传授给你，立你为本派的继承人。师父有命，弟子自当尽力而为，为师父做好。不过要承受师父的衣钵真传，弟子自知德行有愧，
武功肤浅，不敢有这个妄想。你先起来，你过来。不答应，你再想一想。师父，弟子真的办不到。放肆！来，给我杀了那个孽种，免留祸根。师父，那两个孩子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我看他们准是都跑出谷外了。追。不回妹妹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姑姑，为什么那个师太会向你下毒手啊？他叫我杀他的爹杨潇，我没答应。我求你带他去昆仑山，找他的爹。哦，姑姑。娘，你是不是很疼啊？南姑，喝点水吧。师兄啊，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儿。先歇一会儿吧，我们走了不少路了。别耽误了，我们越快离开这儿，就越安全呢。那倒是。你想怎么样？你能不知道我想怎么样吗？要不然的话，你跑什么？你丈夫的死与我们无关的，你没有理由让我们填命。是啊，当日要不是你们见死不救，这笔账怎么会算在你们身上？今天你们是怎么也跑不了了。有什么遗言说吧。那我要你陪葬。逼出来也要两三个时辰才可以动啊！他的武功没有那么高啊！站住！还跑！好不好吃？好甜呀！无忌哥哥，怎么了？吴先生，你别怕。你在这儿等我啊。金花婆婆，
王师母的独居。不悔妹妹，你别怕，胡先生被仇家害死了，我把他们俩葬了啊。我帮你啊，无忌哥哥。我要我娘，我要我娘啊！你别哭了，你找不到姑姑的。我要我娘，我要娘。姑姑飞上天了，你怎么找得到她呢？我娘怎么会飞上天呢？姑姑飞上天了，去拿星星和月亮给你玩啊。他怎么不带我一起去啊？带你去哪有手拿星星和月亮？是啊，那我娘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不悔乖啊，你要再不听话再哭呢，姑姑就要很久才回来的。我不哭了。这才乖呀。饿不饿？我带你找东西吃。好的。不悔妹妹，饿不饿？哎，前面有村子，我看我们很快有东西吃了，来呀、啊，来。无忌哥哥，我怕。别怕。无忌哥哥，大叔，不要怕啊。老伯，老伯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饥荒啊，饥荒？是啊。那这里的人都饿死了。是啊，这里的恶人，他们连人也吃啊。不悔，快走。是不是很累啊？是啊，无忌哥哥。啊，简大爷！哎，简大爷，薛大爷，张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在别光医馆吗？胡先生已经离开了。啊，简大哥，我们在路上看见很多人都饿死了。无忌哥哥。他娘呢？季姑姑去买米，很快就回来了。不是的，我娘飞上天了。哎，不要胡说，姑姑明明去买米了吗？买米？凤阳村方圆500里连根草也没有，哪儿有米卖呀？要是有米呀、啊，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了。你们想怎么样？你们紧张干什么？我们只不想吃他的肉，大不了分你一份。枉你自称英雄好汉，这么欺负一个小孩子，传出去你不怕被人耻笑？你以为你治好了我们就可以教训我们？老子现在饿得发慌啊，别说是兄弟了，就是亲儿子也得吃啊。我是武当弟子，不悔妹妹是峨眉派的，你们要是吃了我们两个，你们不怕武当武祥和灭绝师太来找你们算账？无忌哥哥，无忌哥哥，他进了我肚子，有谁能知道啊？放了他！好，你们要吃人就吃我好了，放了不悔妹妹，我求求你们，张无忌死而无怨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姑姑在临死之前托我把不悔妹妹送到她爹那儿去，你们吃我也就够饱了。求你们放了不悔妹妹，让她去找她爹吧。放给我！怎么样？没问题。那些话要是说出来，
武当武侠来找我们，你有把握能对付他们就行了。就是啊。哎，不悔妹妹，你快对人方发誓啊，就说今天的事你绝对不会对外人说的。哎，徐大侠，想吃羊肉就别怕骚。来，杀鸡宰羊我最拿手了，来，我来，起来吧。你们恩将仇报，没好结果的。来来，走。哎，走走走，哎，快走，走。喂，徐楠，到哪儿去？这就行了。我到河边再宰他。我要你在这儿啊，张兄弟，我保护不了你，你快走吧。多谢救命之恩，不要多说了，快走吧。那好，快走。哥哥，我的肚子好饿。再忍耐一会儿，我再想办法。别说话。徐大哥，你带人来救我们了。嘿，哎，捉弄我们，先宰了他。啊，我好渴啊，能不能让我喝碗汤啊？我张无忌做了鬼也不会缠着你的。好，看在你治过我们的病，就答应你一次。哎，咦，两位大哥煮的汤好香啊。好香。哎，啊，哈哈，真的好香啊。哎，我也喝一点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别喝光，去把那小孩抓了过来。好，薛大爷。妹妹，不要怕，坏人自有恶报。既能害人，又能救人。无忌哥哥，我好饿。你别吵了，我们再多走两步，前面有个村子，我们就有吃的了。什么事啊？有坏人呢。啊！原是大哥，张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来，他就是朱元璋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小兄弟，听说你侠义过人。这么小年纪真是值得钦佩，我生平最喜欢结交你这种朋友啊。张兄弟，多亏了你机智过人啊，
要不然等我们赶到就迟了。其实我应该感谢各位大哥对我的关心啊，请问这两位大哥尊姓大名？哦，他们是兄弟，大哥叫吴良，弟弟叫吴正。吴大哥，他就是朱大哥朱元璋，你认识他了。我叫徐达。哎，牛肉能吃了啊，大家快趁热吃。来来来，趁热吃。他叫汤和。汤大哥，喂，小妹妹，这肉可新鲜了，不要怕，吃啊。哎，吃吧吃吧吃吧。大哥，你、啊、他呀，他是个风流和尚，一直呢不喜欢念经拜佛，吃肉喝酒啊，比我们还多呢，你知道吧？徐大哥，我们吃肉怕犯教规啊。我们明教教规第一就是行善去恶，最后一条也不过是禁肉。现在没米也没有菜，我们再不吃肉，等着饿死啊！是啊，徐大哥说的才对呢。哎，来来来，吃吃吃！哦，好啊，吃上了，我们员外的牛都敢偷啊！你这个臭和尚，现在人赃并获，我看你往哪儿跑啊！阿弥陀佛。嗯，出家人吃斋念佛，你们两个赖我们偷牛吃，赖错了你了。罪过罪过。那些不是牛肉，是什么啊？是啥？是啥？哦，我们刚才吃的是牛肉吗？哼，不是牛肉啊！告诉你 啊，我们刚才吃的是人肉。啊、人肉啊！也不是牛肉啊！不要！不是牛肉。不过，既然两位看见了，那我就连你们两个一块宰了好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来，汤大哥，来。哎，汤大哥，麻烦你把牛毛拿出来。啊，来，张嘴，张个嘴，吃，快，吃，来，快点吃啊，这点也吞下去，吞，快点，吞了它，吞，吞。你们两个听着啊，你们两个要是回去对员外说我们偷他的牛吃的话，我就当着他的面把你们俩宰了，啊！看看谁偷牛吃，嘴也不擦，连牛毛也吃了。朱大哥，你真有办法，嗯，三两下子就把他们赶走了。哎呀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啊？哎，牛肉凉了，来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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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。真可怜，这么小就像我一样没了娘。娘，走，走，快点！我求求你给我下一次机会吧，大人，我求求你给我下一次机会吧！哎，不用杀他，大人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大人，何老爷，何老爷，我求求你给我下次一次机会吧，再给他一次机会吧，他一定可以治好二奶奶的。何大爷，何大爷，我求求你了。这位大哥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啊？何老爷的妾室得了个怪病，那些大夫治不好，所以要杀了他们。我求求你了，我们一家大小啊，全是靠着我们老爷行医来过日子的。哎，你不要把他杀了，要是杀了他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是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你们这些人呐，耽误我那么多时间，再治不好五姑的病，我让你们陪葬。哎，我求求你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五姑的病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哎呦，快滚！哎呦，老爷，还说尽了力了。你们这些大夫真是没有用啊，我无辜的病越来越严重，越治越严重，这是什么怪病啊？我让你们一个一个偿命。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拉出去斩。是，这位老爷，如果有人会治又可以治好你五姑的话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放了他们？这里方圆五百里之内的大夫我全都请过了，哪儿还有大夫会治他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先说你肯不肯放他们。
他要是真能治好我五姑的话，我不但把他们全放了，而且还重重有赏。好，那么一言为定。这位大夫，请问病人患的是什么病啊？不知道为什么他全身越来越肿啊。越来越肿。那脉里呢？脉里一天比一天急。那就对了。小兄弟，你所说的名医就是你自己呀。他的病我有把握治好。哼，简直是信口开河，就凭你这个黄毛小子能治好我们二夫人啊。小兄弟啊，你肯帮我们，我们非常的感谢你。是啊，不过我们六个人都治过他，都治不好啊。是啊是 啊， 是啊，小兄弟，你这么小的年纪，放心吧，晚辈说有把握就一定有把握。小兄弟啊，哎呦，你不要顺口开河呀，你知不知道你治不好的话会有什么后果？前辈要是放了他们，晚辈愿意一命赔一命。好，难得你年纪轻轻居然这么有豪气。我尽管让你试一试。好，跟我来。好，请。你干什么？先生不用担心，夫人并不是患了什么怪病，她是被一种叫做金银血蛇的蛇给咬了。金银血蛇？先生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看看夫人的脚，在她脚趾上应该有个很小的牙印。小兄弟，你能知道病因，就一定能够知道医治的办法，请你帮个忙。你要是能治好小妾的话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。第一件事，先生你快去叫人把你后花园的灵芝兰全部挖出来。这就是灵芝兰呐？是，我真不知道啊。根据医书记载，灵芝兰奇静如球，颜色火红，含有剧毒。我相信那对金银血蛇可以被灵芝兰的毒给引出来。我看他们有一雄一雌，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，他们的巢穴就在夫人的床下。床下？岂有此理！来人，快拿硫磺烟火把他们熏出来，我要把他们千刀万剐。哎，不能杀。为什么？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夫人身上的毒还要靠那两条蛇把它吸出来啊。是这样的。先生快叫人把灵芝兰加入八个鸡蛋一碗鸡血捣烂成糊交给我，我就能把那两条毒蛇给引出来。哦，听见没有，还不快点去。哎，等等，捣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，不要碰它，那种药有剧毒的。快去快去快去。小兄弟，你救了小妾五姑的命，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既然二夫人的伤已经好了，我想明天就走。干嘛这么快就走啊？就多住几天吧。是啊，何必这么着急呢？哎，你看我这个人多糊涂。小兄弟既然是我们的大恩人，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。是啊，小兄弟，你贵姓啊？令尊令堂是哪位啊？把你教的医术那么高明。是铁琴先生把我给忘了。哦，是啊，说起来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。小姓张，先父是武当派的第五弟子。啊，你是张翠山的儿子。翠山兄生前是我的好朋友，虽然我们之间多少有一点过节，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会自刎而死，我真想不到。哎，相公，你何必那么伤心呢？现在张兄弟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我们应该替翠山高兴才对嘛。啊，来来来，我再去拿点酒来，让你们开开心心的好好喝。张兄弟，你既然是翠山兄的儿子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走的。我要让你留在这儿好好的教养你，算是我对翠山兄的一点心意。哎，先生的好意晚辈心领了，我还要送不悔妹妹上。酒来了。这酒是我们何家的秘酿，它叫琥珀蜜梨酒，
是用雪山顶上的琥珀蜜泥酿的，又香又纯，喝多少都不会醉的，小孩也能喝。小妹妹，你闻闻香不香？嗯，好香啊。张兄弟，你尝一尝。好。酒有毒啊？有毒？怎么会呢？是啊，是我亲自拿的。不会有错，我把金银血蛇放在我的身上，他们最喜欢吃毒了，一闻到酒里毒就会叫。何夫人，你为什么要下毒害我？张兄弟，我看你误会了。一天见何在，宝刀出鞘期待，期待见何问苍茫大地上。